接下来是来自山区的消息，道埔山伫新美向东南连续八件将近一点钟的车程，海拔1220公尺，伫咧正是独立的山头，种满咖啡树。曾祖柯俊营早伫1992年就开始种咖啡树，对咖啡求新求好，咖啡专业加上嫁接技术，和道埔山的咖啡拍出名号。道埔山在新美向东南连续八件将近一点钟的车程，海拔高1220公尺。伫遮是独立的山头，满山拢是种着咖啡树。庄主柯俊营有着一股坚毅、执着性格。伊早在1992年就开始种植咖啡树，但是往后的8-9年，伊咖啡一直拢无办法来卖出去，一直困在庄园内。点点啊，钻研咖啡的种植，一直到1901年咖啡比赛获得冠军，才一举曝光，让大家拢知影。2001年刚好得到特等奖，才曝光，才知道说，大家才知道说，哇，做山的咖啡好。柯俊营对咖啡求新求好，咖啡专业加上嫁接的技术。两道埔山咖啡除了有高海拔的优势之外，更因为品种的确立，使得嫁接好品种的咖啡更加犀利。大家后来人家就一直知道说，哦，咖啡是什么品种？本来咖啡大家都不知道品种，好像这个 L34 找我之前都叫他说，大来吧，大来吧嘛，阿周五一号就起一个名，结果做出来才是知道他是。L34 这样，啊，这个是我最希望能够找到咖啡的那个原因出来，是它是什么，姓什么，这个都一定要做。寻求独特，柯俊营特别选择香气浓郁的紫号咖啡，以及咖啡比赛的上胜军意志来嫁接，也希望接出道埔山新品种的咖啡。我就马上就去申请这个玉珠咖啡啊，最之我现在就是开始要找那个职业跟玉珠嫁接在一起啊，这里的爱嫁接好去成长啊，阿边那个嫁接落，伊中迄只来好有去驯化啊，花好去交花过，安尼起来都玉珠咖啡啊，我这就要做安尼。柯俊营坚信好咖啡除了有高海拔、好环境之外，最重要也是爱选优质的咖啡品种，这才是做出好咖啡的关键。一个咖啡，啊，我是按算伊这支过3年后，我就要来出一支仔啊。这算讲咱的迄落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、阿里山乡彩虹报道。嘉义的整个发展里面，我们都很清楚，产业太过单一，所以嘉义可以选择的就业的机会啊，相对少。让整个世界再继续往前走，台湾应该在未来的产业里面有很多的布局跟想法。未来的世界经济还有很多的未来产业，我们希望嘉义可以被整个中央考虑，是不是有机会在这边成立，然后变成科学园区。嘉义变成是一个发展的重点，世界看到台湾，而且加码投资外商要来，借这个机会，我想科技部，我会经济部，我就把握这个机会。嘉义刚好得天独厚，也有这个环境，也有这个土地，那我们中央大力投资，让它起来。以嘉义的这样的空间，包括啊湖园这么广，而且空间在做无人机相关的这个试飞，包括测试，一般都有比都市有更大的优势。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宁雄航太园区，有可能发展无人机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就变成是一个创新研发中心。我们已经跟10家业者跟中科院签了 MOU， 他们都同意进驻了，所以我们希望院长啊能够慎重考虑。我们国家级的无人机研发测试验证中心，那未来是否有机会设在嘉义？台积大的校区，那这个也是属于中央。那我这个请秘书长跟国防部、中科院还有国发会科技部这一块，我们也专案来帮忙嘉义，让这个进度能够快。